我们来看一下车械镜片，先拔下两头，装镜片的时候先把中间按进去，然后装入两头，拆镜子按住这里，然后不要弄反掉了，反掉是插不进去的。下面是装近视镜架，拔下的时候有点吃力，扭一扭就可以了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挂绳是怎么用的。这车有个圈，大家看一下，就这么简单。再来一遍，按住这里往上推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强度。